手好像都在楼下。在楼下吗？还是楼上？当你说楼下的时候，这里有三层。底下。这个楼下好嗨哦！吼吼！这怎么样再抽都抽不到，哎呦，我被打死！等一下，杀手！哎呦！酷！被发现了。我刚刚看到两个人最后就是你跟李子两个同时被两个杀手干掉，然后就结束了。没有，我其实死了两次，我有两条命。我那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有点瞬移的时候，我说奇怪，哎，我怎么为什么我刚好在瞬移？我看一下，我死了，完蛋了，我后面有杀手，我已经来不及跑了。啾啾，还记得我的朋友他养他家养的那只鸟叫什么特名？九冠鸟吗？还是鹦鹉？你说叫声很特别，我就想要九冠鸟，整个社区都听得到。你知道它的叫声是怎样吗？滋，靠呀！对，它的叫声是滋滋，那种感觉。嗨，嗨，我想笑。然后，可是他学人讲话的时候超可爱的那个声音，我听到他说，他说哎，什么声音？然后他说他家鸟在讲话，我才知道 ，Oh my God， 他家鸟学人讲话真的很可爱，有点像上那种，哎鸟，天这个宝，你怎么？在讲话哦，李子，跟天线宝宝。感觉就对了啦，很可爱。哎，Jeffo，你怎么是杀手？不是啊，Jeffo，你看到看看 Daniel Raiden， 你怎么把 ID 改了，然后装成杀手？你别以为你改 ID 我就不认出你了，Jeffo，那是你吧？你也不要以为你把 ID 改成 I Love Guitar 我就认不出来的。我又没有改，而且那个杀手的名字也不叫 I Love Guitar 好吗？你好歹讲，好歹那这个杀手真的是叫名字叫做 I Love Rintaro， 你再来讲吧。啊，这个不然我要讲什么？你把名字改成小李，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。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刚刚说是抗凝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错，我刚想说。看到迷路，那个还真的是你啊！谢花主连点的声音，哇，怎么样啊？你很大声呢、欸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声吗？下前锋好像是杀手，是不是？你被传走了，是不是？前锋哦、喔啊！哇，这个惨叫！这个声音很可爱。你刚刚发现瞬移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刚好丢下去，然后我好像看到你面前的人死掉，我就自己都以为你是杀手。我拿弓射你啊，当然。你拿弓射我，我又没有死。你是有两条命吗？还是没有？不然你刚刚为什么会瞬移？就我被送到安全的地方啊。为什么被送到安全的地方？我就说我刚起夜了。迷路神啊，请给我赐予我神奇的力量吧！真是太有炮枪了。哎，我叫盖姆后，麦克瓜啦。听不懂对不对？我那里都不错，为什么？迷路神啊，请赐予我神奇的力量吧！觉得他是能赐给你什么？
感觉是好的东西。Oh my god！ 是吗？真的是好东西啊！神明之歌。哦，为什么会死人、欸？因为有人被蜘蛛咬死了。对，我原本想要帮他，结果他瞬间就被咬死。我想说，好吧，好久没有拿到神明之弓了，就是迷路神。要拿到好的东西。哦，这个是坏的。刚刚是想射我，真是。射到了。你刚刚想射我吧？你以为我们有弓吗？我已经射到了。我觉得你好像是想要射我吧？你先想要射我的吧？你才想要射我嘞！因为我听到有箭矢的声音啊，是你要射我吧？原本没有想要射你的。我箭矢只有一发，我怎么可能？就算只有一发就不一定。而且你刚刚上一局本来也是想要射我啊。他们说上局是上局，这局是这局。谁跟你上局？对啊，我就烂。你玩的莫里斯是不是也是说你以上局是杀手就很怀疑？可以啊，你要这样讲我也无所谓啊。你要松腰会爆气，不是的，松腰会爆气。那你剩三十秒啊，杀手了呢？那你就让松腰爆气啊，跟我没关系。什么声音啊？你说我的按滑鼠按键声音很大声，你的也差不多了，半斤八两。哦，下雨了，下雨快！我在拿那个左右的。我听得到。我亲眼看到有人死掉了。有人被打死。对，他被轰死了。然后那个 DJ 踩的还很嗨耶，到底为什么？到底。雷电加成。你知道我是怎样的画面吗？我看着他想要走进，他想要跑进来躲雨，然后他就在我面前直接被轰死，超可怜。没有黑色衣服，褐色头发，然后我记得看到好像衣服好像有一些黑白条纹的样子，衣服是衣服还是手呢？反正就是看到有黑白或褐白的条纹就对了。来了！哎呀，不行！你怎么跟到我后面？你刚刚是又想射我了？没有，我根本没有箭矢。我在躲杀手哈，他一定跟着我跑下来，好吗？我刚是看到杀手吗？前方杀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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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！椅子躲在那边，没看到。哇塞！渐渐无讲话的杀手是假死人。我杀够多了。还好我没有被你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笑屁哦？那李兹吗？怎么是 Alex？ 对耶，李兹哎。这个 skin 变 Alex，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头，我还真的是不会知道那个是李兹。那李兹都不攻了。哦、oh。哎西。李兹。干嘛？我都不攻过哎。刚才一瞬间忘记开麦啦。很久了吧？我很久都没有讲话了呢。对，已经很久了。我怎么最近玩 Happy 什么，都一直在被那个拿弓的人射啊？妈的！我脸是用靶子策划的靶子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好像是靶子，有红丝，好讨厌哦。脸上是靶子啊？我脸上是画的靶子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拿弓？还是。你就在画人的时候都会用十字定位，大概这种概念。还是说你的头根本就是靶子？我头根本是靶子。感觉到怪怪的，镜子一直在跟着我。解封！
我听到弓箭声，箭子也是在我旁边。Oh my！ 你觉得呢？这也太可怕了吧！我看有人直接打八弓出来射我啦！我怎么射不到？你确定你这样射的吗？对啊。好过分！耶！祝你死掉！过分！哎呀，死掉！没有过分啦，我已经很晚杀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啥东西、啊？天风还在吗？你猜？你以为这算人吗？看起来应该是。你在看哪里啦？这个笨蛋在干什么？应该是不在。哎怎么？我看到我。你们两个互砍对方，到底是哪里有障碍？看没有？有笨蛋。还笨蛋。有看没有懂？我说你哦。嘿嘿，哎呦，他瞄了一个，那个北七队友跑来接我的刀啊！我都快受到那个侦探了。我看我什么时候需要模仿啄木鸟的笑声来嘲讽。那你先把你灭掉，我觉得。